大姐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晚上巡夜啊，小黄喝多了，他要跟我倾诉，明白不？我明白什么呀？我明白呀、啊，这马上就三更半夜了，他找你倾诉啊？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？他三更半夜他找谁倾诉啊？周围没有人，我就是周围，我不是人呐！啊，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啊？哎呦，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？山土豆，抓着了吧？你来的真好啊！我已经抓住你的土豆秧子了，你再也回不到土里了哟。看见了不？他喝多了。不是，小黄妹妹啊，我要是回不到土里，我在这儿就发芽了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，我怎么觉得我的口好渴呀？我也没说多少话呀。你是没说多少话，你老复读。你给我变一瓶水吧。哎。我到小卖部给你变成水来啊！你帮我照顾着啊！不是你别走啊！哎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你别把我一人扔！你吵吵什么玩意儿？打我干嘛？你咋那么大事儿啊？不是，这么烦呢？哎，人呢？不是人，这儿呢？人在哪儿？这儿呢？哎呀呦，呵！哎呀，小黄妹妹，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不是，你不是要倾诉吗？没有肩膀。有肩膀怎么能还没有？来来来，你坐着。哎呀，哎呀，肩膀吗？不是，来，要哪半扇？男左女右。这儿啊，行了，我就借给你。来吧，来吧，请坐。哥呀、啊，哎你说你能不能高点儿？高点啊！哎呀，来，来来来，这给你。你说我，你是柳肩吧？一点都不舒服。呵，这小黄妹妹还，我借给她肩膀，听她倾诉，她还挑肥拣瘦的，我他妈不伺候了我。都走，你们都走，把我憋屈死，就让我在这儿憋屈着。别！街坊邻居们。哎呦我说。小黄妹妹啊，这三更半夜的，我哪能把你一个人扔这儿啊？哎呀，来来来，是我肩膀是窄点，你看我这儿行吗？哎，我这块怎么样？啊？哎，来来来，这儿借你来，来这，哎，这怎么样？还凑合。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你说我长得也算漂亮吧？对。我有车有房有存款。哎呀，我也有车，我也有存款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还是我付的呢。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好男人呢？我倒是找到女人了，但是那个女人不一定是好女人。生来生去把我生下了啊！我又不是齐天大圣。小黄妹妹，咱俩感受差不多。我到这个家里边净受欺负，我也不是玉皇大帝啊。哥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真是活的憋屈呀、啊。首付都是我付的呀！哇！钱人包！哎！哎呀，你个小土豆呀！啊！不是，干啥呢？玩铁达尼呢是吧？没有，我是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你手都要镶人家身上了，你要干啥呀你啊？听我给你，来，我今天我要不把你剁成土豆泥沙拉，我就算你长得结实，我跟你说。你行了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啊？哎，解释什么呀？不是啊，解释什么呀？哎呀，不是，这明显的是个误会嘛。啊？了吧，跟我俩摆造型呢，望月呢是吧？你俩也得有多惆怅啊？没有，不是你呀、啊，不是你看到那样，不是哎呀。
什么呀？你听我解释啊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看啊，他喝多了，他站不住，我不能松手，我一松手他就倒了。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你看。走啊，钱师傅，媳妇，这叫站不住吗？不是啊，我怎么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？哎呦我的，不是媳妇儿啊，你听我说，他喝多了，起来。